大家好，今天分享新加坡最简便的一种签证。新加坡是一个以干净著称的国家，所以有很多人去旅游。涉及到新加坡签证的话，新加坡有一种可以自由行的团签，材料十分的简单，只需要护照首页和填写一份表格，所有材料拍照就可以办理了。办理时间3到5个工作日，而且没有领区限制，所有的户籍都可以，也不需要在职证明和存款证明这些材料。这种签证的话，它是21天有效，可以停留14天，可以多次入境的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必须3人或者3人以上才可以办理，1个人或者2个人签证都是无效的。而且办出来签证之后，需要全团同进同出海关，要提前确认好往返时间，不可以更改行程。适用于一家人出行，或者是几个朋友一块出行，材料简单，价格便宜，是目前多人出行最好的签证选择。